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单位是日隆湾以期的一个海景单位。咁呢个单位嘅实用面积系1241尺，间隔为4房双套连埋工人套嘅。事不宜迟，我哋依家即刻睇睇呢个单位。我哋先睇睇客饭厅。客饭厅以长方形嘅设计，可以见到呢个客饭厅系非常之宽敞。厨房方面，厨房以 L 型嘅设计，而且设备非常齐全同埋新正。沿住厨房走入去是一个有露台的工人套房。我们再看看睡房，睡房以长方形设计，而且有窗台空间。这间房的景观对外望出去是望到海的。到第二间睡房了。第二间睡房同样方正实用，有窗台空间，景观同第一间房一样，都是有海景的。浴室方面，浴室以浴缸设计。咁喺套房方面，呢间套房亦都是方正实用，有窗台空间，咁景观就望翻去日隆湾商场嗰边。套房的套厕仍然是用浴缸设计。最后看埋呢间特大的主人套房，我哋见到呢间主人套房摆咗张双人床之后，仍然做到三边落床的效果。咁景观方面，仍然是望到非常辽阔的一个海景嘅。我哋睇埋主人套厕，主人套厕系有窗，而且系浴缸设计。最后就梗系唔少得走出露台影埋个海景俾大家睇睇啦。呢个海景真系非常辽阔。咁今日嘅介绍就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对头先所介绍嘅海景四房双套单位有兴趣，又或者想了解更多白石角不同的单位，欢迎联络我，我是美联物业阿癫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